《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六章《滔滔江汉》。楚怀王瞄得一眼，急速打着圈子，口中一串嘟囔：“写书，写书！老屈原有多少写，整日写书了。要不是本王护着他，能活到今日了？不好好等个机会。” 有事直乱搅和了，真糊涂，老糊涂了。嘟哝一阵，又猛然站定，呵呵一笑。春申君呐、啊，你猜猜，昭雎对此事如何了？哎哟还用猜了？昭雎与秦国张仪时已有勾连，定然撺掇我王与秦媾和了。春申君满脸通红，毫不犹豫。 我说呀，你等整日咬来咬去，不觉无趣吗？楚怀王豁达的呵呵笑着，本王今日告你，昭君力荐本王不去武关，他说秦国无道，不能轻涉险地了。你说，老令尹不是忠臣吗？他与秦国谁个勾连了？春申君大是惊愕，一时结巴起来， 是是吗？他他如何能说此等话了？臣臣却是不信了。春申君，放心回去了。这一回呀，你与老屈原杞人忧天了。楚怀王第一次变得自信又从容。这一回，本王不受任何人撺掇，偏是要军心独断了。 本王就是不明白，分明是兵不血刃的收复失地，你等倒是都草草起来，看本王亲自做一件大事就眼红了，吾晓得甚个道理了？回去，回去。说罢，一挥手，两个侍女立即飘过来，将他扶上了摇车。走，莫得误了路程，叫秦王笑我啦。 金灿灿王车，粼粼去了。春申君愣怔的，木然的站着，兀自喃喃半日，突然大笑起来。七，终以身死，问苍天。又是一个春天，汨罗江蓝了，草滩绿了，大山青了。 无边的空旷，无边的荒忙，无边的孤寂。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踽踽独行，漫无目的的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。趟过溪流，爬上高山，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峰顶，久久地凝望着北方。渐渐的，太阳稳住了大山，一片金红笼罩了天地。 老人依旧钉子般伫立在山头。突然，一阵长长的战马嘶鸣划破了久远的寂静，连声呼喊在山峰中荡漾开来：“屈原兄，你在哪里？”“屈子，鲁仲连来啦！”老人一阵震颤，长长银额。 骏马飞车兮，多有悲歌；山关阻隔兮，何得一捷报？银娥方罢，突然回身，陵园一般，手脚并用，片刻间爬下高高的孤峰，张开双臂迎了上来，与飞身下马的身影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久久没有分开。好、哦、呀，屈兄！ 你头发全白了。春申君抹着眼泪，上下打量着枯竹一般的老人。我老，不足惜也。屈原叹息一声：“你正当不惑，两鬓如霜，如何了得？”哎、哦、呀，不说这些了。春申君勉励一笑。 仲连与小月女、星夜男来了，走到茅屋前说话了。依旧是那堆篝火，依旧是几块大石、几只陶碗，四人坐定。小月女似乎只顾着给篝火添柴、给碗中斟酒，时不时瞟得老屈原一眼，便飞快地移开目光。鲁仲连与春申君也只拨弄着篝火，一时都没有说话。 良久默然，屈原突然目光炯炯道：“仲连，说话了。老夫挺得住。”屈原大夫，鲁仲连骤然抬起头来。楚王出事了。楚王哪一日不出事？ 屈原嘴角抽搐，说：“究竟如何了？”楚王被秦国囚禁了。鲁仲连说话的同时，小月女便盯住了屈原。屈原两腿一抖，几乎便要软倒。小月女手疾眼快，几乎在同时扶住了屈原。屈原良久沉默。 末了一声粗重的叹息，妄自大国，却作楚囚，国耻也。又是一阵沉默，突然激动的喘息着：“总是一国之君，秦国无非以楚王要挟，攫取我大楚山河而已。为今之计……” 只有设法救出楚王了。楚王旦回，必能洗心革面，楚国当有振兴良机也。哎呀，屈元兄，仲连小月女率领南漠两百壮士，原是救楚王去了。好，快说，楚王回来了吗？屈大夫，鲁仲连一声哽咽。 从楚怀王进入武关说起，讲出了一番离奇的故事。楚怀王一到武关城外三十里，秦国丞相魏冉隆重出迎，商定楚王人马在关外扎营。次日，两王在关下楚军营前会盟立约。楚怀王见武关只有两三千人马，斥候也接连飞报周遭百里之内没有秦军踪迹。 认定秦国是真心会盟，不禁大是振奋，想先将魏冉说得与楚国一心。与魏冉痛饮了两个时辰，楚怀王赏赐给魏冉十名细腰侍女，一车楚国香菊。魏冉醺醺大醉，非要用两车秦王酒犒劳楚军将领。楚王满脸涨红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 立即下令，二十员楚军将领拜受秦王犒赏，当即在王帐外痛饮。天将暮色时分，楚王醉了，魏冉醉了，大将们也醉了。就在那个晚上，八千禁军神奇的消失了，连营帐旗号也踪迹皆无。楚怀王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，刚刚梳洗停当。 帐外鼓号齐鸣，秦国特使赢显已经到了行辕之外。楚怀王正要出帐，赢显已经大步匆匆地撞了进来，当头一句喝问：“敢问楚王，大秦丞相何在？”楚怀王顿时懵了：“你说魏冉吗？他？对了，他在犒赏大将们饮酒了。对，秦王酒了。”赢显怒喝一声。 哪里有酒，哪里有人？楚怀王出帐一看，顿时一个踉跄，便要跌倒。旌旗招展的军营已经无踪无影，空荡荡的行辕战车上也没有了一个兵士，只有赢显带来的一对铁骑，黑沉沉横在眼前。老国王大骇，也猛然醒悟，对着赢显嘶声大喊：“赢显，叫秦王出来说话！”赢显冷冷一笑。 还是楚王自对秦王去说的好。来人，护持楚王入关。及至春申君与鲁仲连带着安陆三万兵马赶到丹水谷地时，五关下已经是一片死寂空旷。秦军十万已经驻扎在了关外山口沿镇一带。春申君怒不可遏，要与秦军决一死战，却被鲁仲连死死劝住了。 两人带兵退入楚界，鲁仲连提出了一个营救楚王的谋划。春申君要挑选军中猛士三百，亲自前往。鲁仲连正色道：“春申君诧异，此等事，军事不如侠士。你纵使上将军，亦不如我。若信得鲁仲连，你便带兵在小山接应，不日我便有音信。”春申君深知鲁仲连大义高风，毫无异议地赞同了。 鲁仲连与小月女带着随军北上的南墨子弟两百余人，星夜从崤山潜入秦国腹地去了。这一次，鲁仲连决意背水一战，连素来不出面的田丹在咸阳的秘密力量也一并拉了出来。寻日之间，查清了楚王被秘密囚禁在南山河谷，那是一道草木葱茏的峡谷。 一角青色屋檐从山腰飞出绿林之外，城堡的大门关闭着。墙外与羊肠山道上游动着隐约可见的黑衣甲士。城堡内一片寂然，天井般的庭院也只是一片青石铺成的空场，没有树木，没有亭台，水面没有任何遮掩人身处。楚怀王孤零零站在院中，仰望蓝天。 痴呆悲伤，只是不断的仰天长叹。廊柱下，骤然消瘦的新王后沮丧地坐在石板上，呆呆木木地望着楚怀王。终于，南山的蓝天上出现了一只不断盘旋的灰色大鹰。渐渐地，灰鹰盘旋于进宫上空，似乎在追捕一只小雀。楚怀王仰天看着大鹰盘旋，不禁一声凄然长呼。 灰鹰，双翅给我，本王要飞回去了。新王后轻蔑的撇了撇嘴，依旧木呆呆的仰脸望着空旷无边的蓝天。突然，灰鹰从高高的蓝天俯冲而下，从城堡上空一掠而过，又笔直的冲向蓝天。一只发光的物事，啪的，掉在了楚怀王头上。 楚怀王惊恐地叫了一声，颓然跌坐在院中石板上。那发光物事却当啷一声滚到了老国王身边的石板上。楚怀王回过神来，诧异地捡起发光物事，竟是手指长一支细铜管。端详有请，他将管头轻轻一拔，里面露出细细一束白绢。老国王顿时惊喜地大叫起来：“信，快来看呐！” 那正是鲁仲连给楚王的密信，只有六个字：“请游大河桃林。”又是旬日，楚怀王在泾阳军赢显的一千人马护送下，北上蓝田，西出夏归，去游览天下闻名的桃林圣地了。桃林园是一片广袤嵯峨的山地，相传夸父逐日渴死在这片山原。 夸父的手杖化作了茫茫三百里桃林，在桃林山原的一道必经峡谷，鲁仲连、小月女与田丹一起发动了一场突然夜袭。楚怀王的篷车刚一夺回，田丹断喝一声：“仲连，快走，我来断后。”鲁仲连、小月女人马立即护持着楚王篷车向萧山东南疾走。 田丹的两百多人堵在山口，与剩余秦军搏杀起来。刚刚走得二三十里，迎面一只黑色铁骑展开在当道，两翼直伸展到两边山腰。一个阴沉的声音冷冷道,道：“卢忠廉，本将军乃骑兵主将，迎豹，放下楚车，我饶了你等，否则一个不留。教上天决断。” 鲁仲连平静回答，将手中长剑一举。突然，篷车中响起一声凄厉的呼叫：“大王，你醒醒，别怕呀！”车旁白影一闪，小月女到了篷车，立刻一声惊慌呼喊：“仲连，快来！”鲁仲连飞身一跃，直上篷车，撩开车帘。 见楚怀王肥大的身躯直挺挺横在车中，隐隐火把之下，眼睛瞪得铜铃一般。惊怔之下，鲁仲连伸手一探鼻息，已是气息皆无。那个已经变得黑瘦的王后一声哭喊：“大王吓死了！大王可怜呐！”疏忽之间。 鲁仲连心头弥漫出无边的冰冷，两手一插车底，端起了楚怀王尸体下车。秦国还要他吗？声音冰冷阴哑。火把。营豹一声命令，几支火把围了过来。营豹下马端详一阵，向楚怀王尸身一躬，又向鲁仲连一拱手。楚王既死。 公等之情已尽，此去楚国山高水远，运送王师实在不便。不若各位与我一同将楚王尸身运回咸阳，由秦国护送回楚安葬，如何？鲁仲连思忖一番，长叹一声，默默的点了头。屈原兄，春于君一声惊叫。 扑将过来，抱住了屈原。屈原已经昏倒在篝火旁，苍老而又激愤的脸在火光下惨白青紫。鲁仲连大急，一边来掐屈原的人中穴，一边轻声焦急的呼唤着：“屈原大夫，屈原大夫。”小月女轻声道：“仲连莫急，且将他平放。对了，就这样。” 你俩离开一些。待鲁仲连与春申君放开手退后，小月女跪坐于屈原身侧三尺之外，两手同时向屈原太阳穴与脚底涌泉穴伸出。骤然之间，一红一绿两束细微的光芒直注两穴。片刻之间，屈原头顶一股黑气冲出，脸色。 渐渐舒展平和。良久，屈原开幕，一声粗重的叹息：“上天哪、啊，上天，为何将灾难都将了楚国？”两眼泪水夺眶而出。鲁仲连如释重负，含泪道。 屈原大夫，为政重臣，当百折不挠，处变不惊。况乎楚王如此，经不得风浪。纵然生还，岂能变法强国？楚国远途，原在扫除奸佞，拥立新君呐、啊。哦呀，屈原兄，春申君急得一头汗水。我与仲连已经商定。 先将你接到一个万全之地养息，由我出面联络新派，拥立新王。仲连、小月女率南墨子弟铲除奸佞，而后请你还国秉政变法。老王已经死了，你若振作待时，有可能楚国转机也。嗯 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》第六章《滔滔江汉》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